中俄一旦顺利来到此条底线的学校，另外来看今日是日本三一大地震满两周年的日子。来自日本熊本县的四名太鼓达人，伊今日是受到邀请来到石头乡的调香歌手进行感恩表演。这调香歌手毛表演学校的人师，了这四名太鼓达人就是带了日本的太鼓演出，而且嘛将在这辈工厂来进行表演。调香歌手的赛程是表演改编的台湾赛，要来迎接日本的太鼓达人莅临学校。这四名来自日本的太鼓达人是透过台日友好文化交流协会安排，前来台湾进行五天的感恩之旅。今日多是三一一两周年的特别日子，该团是临时决定要来调香歌手做感恩演出，也有文化交流。那我们朝兴国小刚好也透过台日文化交流协会哈啊，我们这个协会的联络就是我们的啊一个代理老师，他是日语的导游哈，叫做林义林老师哈，他的安排，所以就啊他们自费啊从台北哈，因为他们明天要回日本了，所以刚好今天他们空档时间，他们就自费从台北搭高铁，然后转搭台铁到社头站来哈啊，来这边跟我们朝兴国小做一个交流啊。最交流的方式哦，其实我们朝兴国小有很传统的舞狮嘛哈，那在这舞狮表演也可以给他们带来我们宣扬这个台湾文化的一个意义。演出是相当的震撼，让全体师生一听到拢对立动起来。根据太鼓达人松本克也指出，因为是临时决定的行程，所以因是就用台湾的鼓来演出。虽然音色甲大小拢无啥共款，但是因是尽量表演，希望将上佳好演出献给台湾的朋友。今日は私たちが普段使っている太鼓ではなく。今天呢，因为是临时过来，所以不是用我们平常用的日本太鼓。ですので、太鼓の演奏の仕方がちょっと日本でやってる時とは違いますけど。因为呢，这个打的方法不一样，像日本的是拿起来在上面挂在上面打的，所以完全方向不一样。但是，頑張りますので楽しんでください。我们还是会非常的努力。调香歌手交流演出以外，泰国达人一行人嘛前往石头乐友西梅工厂来参观拜访，同款用因的歌声感动所有工厂内底员工。乐友公司的董事长嘛，就是石头乡前乡长魏丹春辉，嘛正上团员阿里山的茶，希望伊都会当记得条台湾味。中央新闻小客员石头报道。